黄宝强被戴绿帽，女人背夫偷食事件簿。内地艺人黄宝强日前自曝结婚七年的太太马蓉出轨，更加发声明离婚，并指名道姓偷食男就是自己经理人。即日网上即刻疯传他做个亲子鉴定，确认他仔女是不是同自己有血缘。而昨日他在律师陪同底下就到北京朝阳法院起诉其妻子马蓉兼且离婚，同时要求两个小朋友的抚养权，而案件已经正式受理。其实圈中被戴绿帽同送绿帽俾人戴嘅都唔少噶，好似钟镇涛嘅前妻张小慧，因为搭讪已婚仔医生人陈耀文偷食事件轰动娱圈。1999年张小慧同钟镇涛正式离婚。另外2000年哈林同伊能静结婚，直至2008年有传媒拍得女方不上拍剧期间偷会同剧男演员王维德，两人更手拖手断正。同年哈林就发声明离婚。而最新鲜滚热辣嘅就系东周刊踢爆余美贝圈外老公林恩浩追神偷食无线艺人黄子恒。他仲不时登堂入室，到男方位于西贡嘅屋村寓所过夜。虽然两个人打得火热，但系恋情曝光之后，男方即时过谢啦。